来了，哎，嫂子，哎，你小心别磕着。哎，哎呀，早就说给您送来，一直忙得没空，今天刚好在附近办事，赶紧送来了。哎，真是麻烦您了。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放哪儿啊？书房吧。 书房，是这个吧？嗯。嫂子，那我就放这儿了。好啊。 坐会儿，休息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哎，好嘞。喂，我说，那个叫陆阳的王阮振真家来了。陆阳，对，就是他，还抱着两箱东西，刚进去。你先帮我上去看看，务必保证阮振真的安全。 我怎么上去？我一上去就让他给认出来了，没必要这么紧张。人家开自个儿车过来的，还抱着东西，这摆明了不是来干偷渡事儿。干不干坏事，你也得给我盯紧了。哎，你放心吧。来，谢谢。 那天啊，在公司碰到苏文姐，才知道她在检察小组，就聊了几句。哎，听她说，您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律师，还是许哥同学？是，是我们高中校友。那官司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还那样呗，等着法院开庭呢。 许哥真的借了那么多钱？对方证据确凿，看起来也不像假的。嗨，别提那些事儿了，想着我脑袋就疼。我最近可太倒霉了，不仅官司缠身，我家里还进贼了。进贼了？对啊，进两回了。 头一回，就是上周一，那天晚上不说要给我送东西来吗？我当时有事在外边，那贼应该是个熟人，手上还有我家钥匙，直接上门了。不会吧？那丢什么东西没有？您一个人在家？不是，嫂子，您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 是，那天晚上我是来过，可您没在家，我连小区大门都没进，就直接走了。
您实在不相信的话，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来查我，行吗？跑到您家来偷东西，想想都不可能啊！嗨，我又没说是您，瞧把您急的。再说了，您也没有我家钥匙啊。对呀，我怎么可能有您家钥匙？说起钥匙，幽宁还真丢了一串钥匙，也不知道是谁拿去了。对了，陆阳，我有个事儿想问问你。你什么事儿？您说。幽宁出事那天，你是第一个到车祸现场的吧？也不算第一个，我赶过去的时候，旁边围了不少人。那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人？有没有什么人从他车里往外拿东西？可疑的人，我还真没注意。说起来，你怎么那么快就到现场了？谁通知你的呀？那天约了客户，说好我跟许哥一块儿去，可许哥有事先走，让我自己去。我正开车往那儿赶呢，看见路上一辆车出了事儿，下来一看，竟然是许哥的车。这样啊。喂，这人现在还没出来呢。这都15分钟了，如果只是送东西，时间是不是有点长？那怎么办呀？我是没法上去。小七也废了。要不把小五给叫过来？来不及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真不用送了，嫂子，又不是外人。没事，我送你到电梯。行。喂。东西收到了吗？啊，收到了，谢谢。我现在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再给你打回去。好。对了，嫂子，事故车怎么样？处理了吗？啊，还能怎么样啊？停在交警队的事故车辆停车场了，都撞成那样了，拖回来也没什么用了。哪个停车场？北郊那个吗？就是那个。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了？啊，没事儿。随便问吧。电梯来了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有事打电话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赶紧上楼看一看。哎，头，阮真真也出来了。他刚刚问起你了。
经怀疑到你我身上了，他也在问东西的事儿，所以东西应该没在他手上。你确定是在许攸宁那儿？请邱德来电话了，回头再说。喂，哎，邱总，我刚出来，正要回去给您汇报情况呢。哎，好嘞。他开车出来的，没跟踪陆阳，也不知道要去哪儿。那行，我跟着呢。哎，要不你再打电话探探他。行，挂了啊。喂，高俊，不好意思，正想给你回过去呢。你刚才忙什么呢？速递员送过来好多东西，是你买的吧？啊，对，是我买的。今天苏人走的时候交代过，因为看你冰箱都空了，一忙给忘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对不起，昨天是我反应过激了，不应该向你发火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你现在干嘛呢？没干什么呀，正忙着收拾你送过来的东西呢。前方200米，向左前方行驶，请留意当前车道。你要去哪儿？回答我的问题，不要撒谎。距离目的地还有300米。事故车停车场。刚刚陆阳到我家，提起事故车停在哪儿。我怀疑他们要找的东西很有可能就在许攸宁的车里。任真，你不要一个人去，有什么事情等我回来再说。好。真真什么反应？没什么反应，就说那个律师是他们高中校友，来帮忙打官司的。还说别的了吗？聊了几句官司的事儿。阮真真还说。说什么？他说许攸宁之前提过，说手上有个什么东西。有什么东西？在哪儿？阮真真说他也不是很清楚，只是许攸宁提过，说这个东西很重要，只要有了这个东西，多少钱都可以拿得到。行了，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，你去忙吧。好。那我先去了。
喂，董事长。我在家呢。说实话，我在北郊事故车停车场，你不用担心。对了，嫂子，事故车怎么样？处理了吗？哪个停车场？北郊那个吗？
你是从北陵赶过来的。你知道陆阳要找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连人家找什么都不知道，就敢一个人来？起码我知道他在找东西，我找找看不就知道了？那有什么发现吗？车被撞得太厉害了，无从下手。那你为什么还不走？还在这儿等什么？我觉得陆阳肯定不会平白无故地问我车在哪儿。所以呢？所以他一定会往这儿来。等我在这儿抓着他了，他再想抵赖也不行了。所以你就想像蹲夏新良一样在这儿蹲陆阳？你准备蹲到什么时候？路上吃饭了吗？没吃。垫吧一口吧。你知道这事儿有多危险吗？我只是在这儿蹲守他，我又不会傻乎乎的去跟踪他，没什么危险的。喏。许由宁的车一直存在这儿。是啊。你冷啊？不如你扛冻，连车都不让打火，挺有经验啊。分你一篇。这什么啊？宝贝，贴上它，立刻你就觉得不冷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这东西是有发热时效的，过了时间它就不热了。不过我车里还有很多，一会儿都拿过来。你就这么确定陆阳会来？他一定会来的。你这么坚持，那你盯一会儿吧，我眯一会儿，有什么情况随时叫我。睡吧。
吓死我了！你也知道害怕呀。听到惨叫了吗？我刚刚看到有个人影跑过去了。你在这儿待着，我去看看。我一个人在这儿害怕。站在这儿别动。应该是被别人从后面袭击了，人还活着。刚刚跑过去的那个人你看见了吗？没有。叫救护车。不能报警。为什么？回头跟你解释。不行，我们现在走了，洛阳很有可能会死在这儿。如果你报警，你跟警察怎么说？我如实回答。如果警察问你，你是怎么发现伤者的？大半夜你为什么会在这儿？是你约伤者来的吗？你约他来这儿做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我会和警察解释清楚。你解释什么？你和我会成为这场凶案的第一嫌疑人。警察不会冤枉好人的。就算警察不冤枉好人，其他人呢？陆阳的家人，你的亲戚朋友，他们会怎么想你？许攸宁的死都给你带来了什么，你都忘了吗？人言可畏这四个字你应该比我体会更深刻吧。走，你走吧，我来报警。等警察来了，不管他问我什么，我都不会提到你。我不能见死不救。你放心，这件事不会牵扯到你。在这等着。你干什么？我去用他自己的手机报警。沈主任，邱总，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陆阳的父母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邱总。陆伯父，别着急啊。陆伯母，嗯，这两位是陈警官、邢警官。邱总，你好。陈警官你好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陆阳是被什么人害的？害他人抓到没有？这个案件还正在调查当中，有些情况需要向您了解一下，可以吗？行，您问。要不我们到这边说。好。
在公司里有没有什么人跟陆阳有矛盾的？没听说呀。陆阳这个同志性格温和，工作认真，是个表现很不错的年轻人，没有听说他跟谁有过矛盾啊。陆阳平时在公司里跟什么人走得比较近，关系比较好？也没见他跟谁关系特别好，但是总之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不错。哦，邱总，你觉得陆阳为什么要去事故车的停车场呢？事故车停车场？他去事故车停车场了？他去那儿干嘛呀？时间也不早了，你先回去吧。今天晚上我留来陪你吧。不用麻烦了，谢谢你啊。你不要多想啊，因为今天晚上情况特殊，是谁打伤了陆阳我们并不知道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人一定和徐永宁的事情有关。他既然能对陆阳下手，也就很有可能对你下手，所以为了你的安全，今天晚上我应该留下来。褪色的机票终于过期，怎么你还在顾及许家人？许家人有什么好顾及的，那就麻烦你了。今天晚上睡一下书房，床单被褥都是我新换的，干净的，可以用。我去卫生间帮你拿一次性的洗漱用品。你先洗漱吧，我休息了。
不愿醒，你出现的梦境像流星，抓不住若即若离的身影。明知道是心境，任冰冷谎言冻结心情，当作你慷慨无私的叮咛。我拼命去证明，牵手就是回应，痛过后才惊醒。记得和自己的。